用电大户电价调涨，而运作高度依赖电力的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票价26年来都没有涨，但是用电费率已经涨了20%，希望台电这一波涨价给予折扣，否则不排除要检讨票价。不过，北捷票价的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则是表示，希望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，涨价会有背道而驰的问题。感应票卡进入捷运站，抬头看见资讯看板提示列车还有多久进站，警声一响起，月台闸门和列车车门关上，列车准备开往下一个车站。这些捷运系统运作都是依靠电力，不过电价掌声响起。台北捷运公司举行记者会表示，26年来票价没有变动，电价却已经涨了20%，再涨下去，恐怕台北捷运撑不住了。票价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现在要等啊，确实有些方案出来以后，那我们当然有一些这个运价率的一些计算的公司哦，那这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循程序来做评估哦。目前啊，这一部分是还没有到这个阶段。台北捷运呼吁中央政府通盘考量轨道交通电价，并给予纾困及振兴措施。高雄捷运公司也跟进，希望中央给予协助。如果说电价涨了5%，那我们每一年的支出呢，在电费方面可能就会高达1500万到2000万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加。那这对于我们目前的经营现况来说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。听到捷运票价可能因为电价调整涨价，有民众表示大众运输不宜涨价，政府应该想办法补贴。也有民众说，如果因为成本增加，票价上涨没有关系，但相关成本要摊开让各界检视。前提就是说，它所有的数据是要公开的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评判的一些标准是什么。那如果是合理的，我觉得不会有人反对啊。捷运是公共财啊，那所以我觉得涨价是不合理的，这应该政府要负担。台北市捷运如果要涨价，最后要由地方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核定。副市长黄珊珊回应表示，26年来北捷开源节流，没有涨票价，就是为了鼓励大众运输。如果涨价，会有背道而驰的问题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表示，过往台电对北捷就有相关优惠，今年优惠方案还是存在。记者张志雄、谢启文、孟昭全台北高雄报道。